来台湾一定会一定要吃什么，或者是我一定要吃米粉汤。他一来就说他要吃米粉汤，全部出来是 any 米粉，全部台湾的米粉我都很爱。台湾的米粉有弹性，香蕉也很紧实，有那种对。台湾的水果，台湾的水果，他可能是寸。台湾的水果的那个肉是紧实。哦，你喜欢肉比较紧实，你喜欢肉要有点紧实，松软不好吃。我先讲，我第一天回来台湾的感觉是我就跟经纪人说，哎，奇怪，怎么没有出国的感觉？我好像觉得我从泰国的家打开门，走出来就是台湾了，因为就很像回家的，很有感情，对，就没有那种。去国外的感觉就很像回家的感觉。我想问一下，因为这个是旗袍，其实要穿旗袍身材要很好。你们这些年就是怎么保持身材啊？因为要穿这样的衣服。嗯，他是舞蹈老师，对呀、啊，我有教跳舞，然后有教 Pilates 跟 Yoga， 所以就比较幸运一点，因为有工作的。就是运动的、哦，有在运动。对，然后我的部分是我也是酒吧老板娘。这他真的，他很努力，他很爱，就是很努力去做什么都是他很漂亮的，所以我看到他，我说哦，要很努力了，因为我朋友很漂亮，就是疫情的时候，不努力不行，不能就站在他旁边。就是我们疫情的时候，我们泰国是不能出门的，对，所以是完全不能踏出我们家门口。所以我想说，在那段时间，我就要很努力的每天跳钢管，不是，就是做运动，做运动，然后做冥想，做运动。我想说，要是医美，然后医美不是没有，然后就是 COVID 结束，我可以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身心灵是准备好的。所以来台湾一定要吃什么？我一定要吃米粉汤。他一来就说他要吃米粉汤，喜欢全部出来是 any 米粉，全部台湾的米粉我都很爱，就是有那种细长长的那种米粉，那个也叫米粉，那也叫米粉。对，泰国不是也有吗？不一样，味道不一样。它一样是那个样子形状是一样的，可是那个口感，台湾的米粉有弹性。我不知道在嚼的时候有弹性，然后小的米粉有弹性 ，yes， 哦、yes， 香蕉很紧实。对，香蕉也很紧实，他们都有那种紧实。台湾的香蕉，台湾的香蕉很紧实，全部听得懂，全听得懂，全唱都听得懂。Seven 的香蕉，这是真的。还要 Seven 的，还要 Seven 的水果，它可能是寸，台湾的水果的那个肉是紧实。哦，你喜欢肉比较紧实，你喜欢肉要有点紧实，松软不好吃。